8月18日消息， vivo S17 镶玉子新配色今日开售，目前已上架电商平台，下单显示到手价2449元起，但商品详情页显示新品特惠到手价2299元起。此前曾报道过 vivo S17 手机的上市信息，该款手机于今年5月发布，发布时有山海青、花海、玄黑三款配色，镶玉子新配色于8月上旬公布。屏幕方面， vivo S17 系列采用 6.78 英寸 2800×1260 OLED 双曲屏，京东方 Q9 发光材料， 1.5K 分辨率， 452ppi 超高像素密度，2160赫兹的高频调光。其他方面，屏幕还支持120赫兹刷新率，300赫兹触控采样率，手动最大亮度600nits，全局激发亮度1000nits，局部峰值亮度1300nits。10bit 色身 S17 不支持360度亮度调节 ，S17T 不支持10亿色色觉增强360度亮度调节。性能方面，vivo S17 搭载的高通骁龙 778G 架。续航方面， vivo S17 系列采用4600mAh 电池，支持80万快充，30分钟充电70%。